季季平平安，一年十二月，月月健健康康，一年五十二周，周周精精彩彩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天天快快乐乐，祝大家蛇年大吉。大家好，我是大都会分店的店长，我叫 Shelly， 我在魏乡村工作十年了。餐馆这个职业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，所以这一路走来非常的不容易，非常辛苦。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老板还有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们，谢谢你们对我一路工作的支持。之所以有你们，我才会做好这份工作，克服这些困难。之所以有你们，我才有今天，谢谢大家。魏乡村之夜已经开了很多次了，记得第一次的时候只有几十名员工参加啊，现在我们已经发展到有几百名员工。我们魏乡村在短短的几年内已经发展了好多的员工，我们已经在日益壮大。我们魏乡村在这几年之内发展得非常迅速，我相信在未来我们会有更好的发展。魏乡村之夜是我们所有的员工唯一一天可以全部都放假，大家坐在一起吃喝玩乐的日子，所以在这天我希望大家吃好喝好玩好，谢谢。最后祝大家蛇年好运迎长龙，事业爱情双双红，祝魏乡村财源广进，生意兴隆，恭喜恭喜。开始。祝魏乡村全体同事蛇年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恭喜恭喜。大家好，我是大都会魏乡村厨房的厨师长张建平。在新的一年即将来临之际，我非常感恩，在这里我想感谢周围的同事和我的老板，在旧的一年里对我不断的帮助，让我能够不断的成长，能够更好的工作，谢谢你们。在新的一年里，我但愿所有的同事能够齐心协力，用一颗感恩的心努力工作，让魏乡村能够更上一层楼，加油！